苏青散文《好父亲》。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，家中常是阴沉沉的，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的，也不知在怨谁。母亲一边忍气吞声，一边辛劳的做事，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。后来我们的父亲死了，我们又受经济拮据的影响，受尽痛苦。我弟弟才10岁便进高小，为了要省10个铜板的航船钱，住在校里半年不得回家。高小校址在16镇前门临河，我家在边锦乡，有只航船天天驶过16镇，称航船的老大是族人，我们都喊他正财公公。那正财公公每天撑航船过高小时，总瞧见我弟弟站在校门口，老远朝着他就喊：正财公公，你有什么事吧？正财公公问：没有。我弟弟摇头，半晌接着问：妈妈几时才上城呢？正财公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妈妈几时要上城，几时可以经过弟弟的学校，也许带着10只鸡蛋之类去瞧他。弟弟住在校里，天天想家，所以天天到河埠头来等航船。他虽然不能就搭航埠回来，但是只要见了正财公公以及船舱中船梢头坐着的堂兄弟族叔伯之类，也就可以稍微捋怀了。可怜的孩子呀，他每星期六下午不回来的原因，不是恐怕荒废学业，只是图省这10几个铜板的航船费。直到他放假回来时，身上已经生满白虱了。再说我自己吧，在校读书的时候也相当出风头，会说会话，可是从来就没有给人家做过宾相。原因不是没有女朋友邀，而是自惭无新衣服，宾相推却了。事后又知道新娘家原是存心送衣服的，这才后悔不迭，哭了好几夜。如今自己儿女成行，永远没有这种做宾相的机会了。虽有新衣服，又到哪里去出风头呢？穷困似乎常与失去父亲有关，但还不要紧，最痛苦是父亲不好，害得母亲天天愁眉苦脸的。从此男孩大起来对家庭就失去兴趣，女孩大起来简直不肯相信男人了，他们及他们的将来结婚幸福从此就有了黑影。所以为儿童的幸福着想，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，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，而母亲必须有相当的职业收入才是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